吧。C 是啊 ，C D E 这边咯。就是惊到先啦。然后你把手机弄，不是你，不好啦。计算器这样子而已哈。如果不要的话，是。OK， 我们车在这边有水啊，等下我们发好一点。刚刚你有水。古城的外面，对面那边就是古城了哈、哦。啊，对，以前的古城，现在剩下一点点古庙、古塔那种了，在古城里面。啊，什么皇宫什么那些已经不存在、不在了。现在，我们前面呢、可以看到一点点城墙啊、城门啊还在哈、哦，给它维修啊，这两天我们看。啊，是经过700多年了，到现在哈、哦，我们墙呢有了700多年了了哈。啊，每一边都有这样的护城河啊，有城门哈、哦，它是四方形、啊，四方形的，一边差不多快要2公里，快要2公里长、啊。这个是护城河，以前是挖起来啊，防备什么人家军队那些打进来，好、哦、打进来打出来卖。卖的国王他拿到这里去，啊，它是好像骨头一样的圆圆哈，然后他就。放在皇宫里面啊，可是有一天他说啊，这种东西应该是放在庙里面或者供奉在公共场所里面啊，让什么老百姓、啊、可以去拜去看，什么人都可以看可以拜这样子。
可是他想不到要把这个设立的公共在什么地方的哈、所以那个时候啊，就靠我们这边的一种啊极强的动物啊，让那个动物带这个设立子找一个好位置，哦、啊，给它选一个好位置公共。什么动物？狮子啊，极强动物。来，我们的极强动物，哪一个？它不是很大哦，老虎啊，没有大象，大象哦。以前我们哥那王第六位国王，他有一坨大象是白色的啊、哦，白象啊、哦，他说啊、是我们最极强的动物了哈、哦、啊，最极强的大象啊、哦，神啊，那时候是神的奇物啊、哦，那个啊、大象，他就让这个大象把舍利子放在金盒里面，把金盒绑在大象的背上，好、哦、让他是有种啊、哦，选一个啊，取一个宴，他说。让大象选一个好位置，哦，公共舍利子，哦，有一天大象就从古城那边走出来，哦，往这边，往这边就开始爬山了，爬山爬来爬去，啊、哦，几夜几天、哦，就爬到今天我们要上去参观的那一间，啊、在世界博物馆这间，可是以前没有庙啊，以前是一个位置哦，它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大象是在那个位置走三圈，跪下去，大叫。在那边死啊，大象是死在那个位置啊，死掉在那个位置，所以国王就说，应该他选了这个地方，选了这个位置啊，所以就把那个舍利子埋在他大象死的那个地方啊，还有大象也是埋在那个地方那个附近啊，后来就给他盖佛塔啊，给佛塔盖那个舍利子盖上来这样子。后来就才给他建庙啊，建庙绕那个佛塔啊，到现在600多年了啊。等一下到那边信仰佛教的人可以进去啊拜拜啊拜拜，拜舍利子可以祈愿啊，求什么都可以啊。人家来这边啊，很多人求什么东西啊，得到成功了会带风铃带钟啊回来还愿啊，或者带什么爱人呢什么过来，他们会买风铃买钟啊，写他们的名字啊挂在那边，好像希望永远在一起怎么样啊。来到那边可以看到庙那边，看到人家挂很多风铃，挂很多钟啊，在那边哦。如果要拜拜舍利子的话，信仰佛教的人哦，可以进去，买香买蜡烛啊、不是香啊，买那个花，花跟蜡烛进去走拜舍利子是走绕佛塔转三圈啊，顺时钟转三圈啊。转三千，然后出来在佛塔的旁边那边点蜡，在那边拜啊，在那边拜。现在以前可以拜，可以烧香啊，但是现在他们那边鼓励我们不要再烧香啊。那个咖啡那个什么是环保啊，要那个多方方面的问题啊，解决这个问题。这现在还门前的老树长新芽。眼里枯木又开花，门前的老树长新芽，眼里木，门前的老树。大家好，我是根，今天呢要唱一首歌，就是《时间都去哪了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门前的老树长新芽，院里古。哎，原本我还以为是门前的老树长新芽，原来不是，原来是门前老树长新芽。Okay. 门前老树长新芽，院里枯木又开花，半生存了好多花，尝尽了满头白发。记忆中的小脚丫，肉嘟嘟的小嘴巴，一生把爱交给他，只为那一声爸妈。时间都去哪了，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，生儿养女
一辈子，满脑子都是孩子，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，眼睛就花了。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。记忆中的小脚丫，肉嘟嘟的小嘴巴，一生把爱交给他，只为那一声爸妈。时间都去哪了？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，生儿养女一辈子，满脑子都是孩子，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哪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，眼睛就花了。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。门前老树长青芽，院里枯木又开花，半生穿了好多花，尝尽了满头白发，白发，爸妈。还不去上课。门前老树长新芽，院里枯木又开花，半生存了好多花，尝尽了满头白发。记忆中的小脚丫，肉嘟嘟的小嘴巴，一生把爱交给他，只为那一声爸妈。时间都去哪了？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，生儿养女一辈子，满脑子都是孩子，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哪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，眼睛就花了。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。记忆中的小脚丫，肉嘟嘟的小嘴巴，一生把爱交给他，只为那一声爸妈。时间都去哪了？还没好好看守年轻就老了，生儿养女一辈子，满脑子都是孩子，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哪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，眼睛就花了。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。门前老树长青芽，院里枯木又开花，半生穿了好多花，尝尽了满头白发，白发。爸妈，还不去上课？他去那个，他还要去南，不是他去，这边是吹的工，把哥的，跟阳光吹的工它一模一样形状，可是这座比较小哈、哦，比较小，阳光比这个大。这个是包金的了哈、哦，包金包金店。我在泰国旅行的时候呢，那个导游呢，他就播放这一首歌啊，就是邓丽君的《奈何》。那么当中呢，有一段词呢，有一段歌词呢，他是说：“念你念你在梦里，问此情何时已，已经的已。”啊，但是啊，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。没有错的话了，应该就是说，这份感情已经不能再
在重聚了啊。那么他的字呢，就是问此情何时已啊？但是有些歌词呢，就放时起哦，其实是应该是时已啦，哦，已经的已，就是这段感情已经结束了啊，不能再重逢，就是这样子。有缘相聚，又何必长相惜？到无缘时分离，又何必长相依？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，你心里没有我，又何必在一起？今天说要忘了你，明天却又想起你，念你念你在梦里，问此情何时已？有缘相聚，又何必长相惜？到无缘时分离，又何必长相依？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，你心里没有我，又何必在一起？今天说要忘了你，明天却又想起你，念你念你在梦里，问此情何时已？有缘相聚，又何必长相惜？到无缘时分离，又何必长相依？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，你心里没有我，又何必在一起？有缘相聚，又何必长相惜？到无缘时分离，又何必长相依？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，你心里没有我，又何必在一起？今天说要忘了你，明天却又想起你，念你念你在梦里，问此情何时已？有缘相聚，又何必长相惜？到无缘时分离，又何必长相依？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，你只你没有我，又何必在一起？今天说要忘了你，明天却又想起你，念你念你在梦里，问此情何时已？有缘相聚，又何必长相惜？到无缘时分离，又何必长相依？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，你心里没有我，又何必在一起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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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Bye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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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
The bop-bop.